再走就是。好，来，我们要上电视了哈，我们要录影了哈。哎，花美，一刚刚就得下门上笨了。阿姨，是不是好像有一个老师的名字？是说只叫我，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叫别人吗？是啊，可是这边还是不太方便。叫我们自己都不行吗？因为还是难免就是会有一些，因为他之后会有一些纠纷，所以可能不太方便。如果有纠纷，我就把它删掉啊。可能对啊，可是有纠纷的时候我来处理呀、啊。可是这种事情，到时候还要找你，因为如果到时候每一个都要问，我们也很麻烦啊。我知道你很想记录阿姨的进步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是，但是可能就是也是激励我们自己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是，但是就是可能比较不方便在这里做，一直做那种录影跟现场。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做这个东西，我们在家里做不到这种东西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这样？那你去跟医生确认一下好了，因为我们觉得，因为上次就是老师跟你说不行。我觉得没什么我们自己他们也是会，我们也是会，对，我知道，因为你这个上次。